今天俄罗斯女孩 Lida， 她给我发信息，今天是他们这里有一个节日啊，就是俄罗斯的大学和中国黑龙江黑河那边的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啊，叫没有陌生人的世界，然后她邀请我去参加。我们的约会地点是在前面那个亭子啊。江边啊，有很多他们传统的一些服饰，非常的漂亮。Hi, Lida. Hi, Joe. Yeah, how are you? I'm okay. Are you? Yeah. Yes. Oh. Very nice. Good to see you. Okay. Блог наше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很高兴从中国来的你们，他们陪我们。我用相机拍他们，稍会发布一个绝期哦。现在会有一些有趣的事，你可以在那些人靠近一点，这是允许的。好，在周边有很多场地，你们可以和你们的志愿者去看。现在这个穿上的就是他们的俄罗斯的学生，对对对对。刘洋，他们的活动，走，一起去。李导呢，今天有一点忙啊。他说在这里和朋友一会儿离开，马上 OK。This is my working time. Okay, see you. See you later. Okay. 好，我在这里等你。梦想，共未来。Hello. My friend from China. Yeah, my name is Joe. Joe. Yeah. I'm Antonia. Yeah, you are teacher? Yeah, I'm Lao Shi. Wow, good teacher. Yes, that's nice. Yes.现在Lida正在做一个他这个娃娃。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护身符，他可以，他用双手制作，他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啊！哇，Lida说让我也制作一个。Спасибо. 来，我们一起。哇！哇！这个一人一个啊，非常的 ，Yeah。Lucky for lucky, lucky. Yeah. 这里他们还有做点心。You hungry? Are you hungry? No hungry. No like it. Okay. 猫或者狗。好啊，画是吧？画，对对对，画在脸上。啊，可以可以。哇，你的中文说的太好了。啊，谢谢你们。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安东。有没有中文名字？安东。安东。哇，你好，我叫 Joe。Joe。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啊，我认识你们也很高兴。你学中文学了几年了？啊，我学中文学四年了。四年，太棒了。啊，谢谢。嗯。好了，将来一定要到中国来玩。啊。后天也后天去，后天去啊，到黑河，是有去了中国表演吗？啊，我们跟中国人表演，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有活动，也有表演，也有唱歌跳舞啊，太棒了，太棒了，开心啊！别忘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好，拜拜，再见，好了，行了吧，走，我们去。画脸，嗨，嗨 ，Yeah， 嗯，脸哪有 ？Yeah，See sister，Yes，Yeah，Very like，Yeah，Sing，Sing， 长得一模一样，叫 Vika，Vika， 嗯，还有 Kaja， 嗯，他们都在啊 ，Today you that very nice。这个是什么？解压的玩具，非常解压，里边可以捏的。哦，这个位置是 Vika 的。啊 ？Your table。
my table. And I'm going to give a present for your friend. Okay, okay. Okay, okay. 我们必须要支持那个 Vega 的。让你在这里画一个脸，嗯，画一个你喜欢的脸，嗯，要支持一下 Vega 的。Yeah, Vega, nice. Hello. Hello. Yeah. The space. 现在琳达马上要去忙了啊，因为今天他们要组织这个活动，所以他需要那边走一走，嗯，去工作去。今天他的工作是在这个活动里面发帖，所以他现在要做的话需要考虑要写什么。OK, you think? OK, I'm.今天李达邀请我来参加他们的这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的聚会啊，大概就是中国那边的学生和他们俄罗斯这边的学生的一个联谊活动啊，相互展示双方的文化，还有音乐，还有艺术啊，然后旁边的话有一些学生在这里就是拿着他们一些节日活动啊，就是他们过节过会画一些东西在脸上，画一些小动物，画一些在气球上，然后做的那个布娃娃，都是他们的一些文化艺术的一些展示，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但是今天丽达她是志愿者，比较忙啊，她也就是尽可能的用自己的时间来给我介绍，来带我观赏啊。但是因为她太忙了，所以我就先行一步。但是我感觉她戴的那个墨镜啊。他戴墨镜很好看，所以我打算下次见面的时候送他一副墨镜。